威胁感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太大的感觉。你们轩轩都是怎么跟何律跟大飞沟通的？就是我讲我的，他们讲他们的，有点像跟阿嬷聊天，有点像跟阿嬷聊天。南韩两拉拉队女生空降 PS， 群群人无威胁，想跟阿嬷聊天，球团被问领香条款全说了。百万象迷咬疯啦，中信兄弟19号公布新赛季拉拉队的全新阵容，加盟两位韩籍超强外援。李丹飞 solo 辣跳 drama， 边和绿也不遑多让，大秀无忌。对于威胁感，我自己是觉得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因为那个不同界，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就是竞争的感觉。其实对我来讲，我是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就是看着 PS 越来越壮大。你们轩轩都是怎么跟何律跟大飞沟通的？就是我讲我的，他们讲他们的，有点像跟阿嬷聊天。没有，但是因为他们就是会听得懂一些简单的，然后如果说是用打字的话，他们是可以正常聊天。然后因为我知道那个何律非常喜欢蜡笔小新，所以我现在就是在路上只要看到蜡笔小新的东西，我就会一直拍照给他。黑马木鸡走呢？在这里嘛，老子喵不给喂。今天는데비행으로근데서로바쁘기도하고해서아직까지는약속을못잡은상태입니다춘춘이랑같이야시장은가고싶은데필드푸드먹기싫어요제일좋아하는음식은지금까지먹어본것중에서도왁스애플이제일맛있었던것같아요而他对人气啦啦队女神林湘日前从乐天桃园跳槽成为小龙女，据传乐天寄出林湘条款，规定女孩离队一年内后不得跳槽到别团，否则要付百万违约金。PS 今年是第11年嘛，我们从来都没有改过我们的合约。他们热爱这支球队，所以才会加入我们的行列，所以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的任何的改变而去特别修改我们的条款。但是唯一一条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中途有发生怀孕的事情一定要告知，因为我们不希望有造成任何安全上的疑虑。球员里面的总教练的感觉就是把所有的女孩们分配到她们该去的位置，然后她们适合在哪一些地方这样子。然后那其实大家知道乐天女孩人数非常多，今年来到34位了。那人海战术，我们不止人多，我们所有人都还多才多艺，所以今年呢分成红白两队，学姐队跟学妹队。那之后呢，我们会再细分成各个小分队，会去以综艺、然后歌唱、舞蹈，甚至是模特4个大方向去帮大家分成小队，让所有的女孩们都可以在这个团队里面找到自己的地位。加入，我们欢迎林湘。她是神似黄姐嘛，对，所以现在就是两个就是民意代表在同一个队，有没有觉得很有趣？那
时候他就一直狂讲啊。对啊，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他一进来的时候，大家都要站起来自我介绍，然后等到他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有说，哎、欸，你像谁谁谁，这是拿什么什么谁谁谁，这个又是一个谁谁谁，哇，我们队上好多这种议员呢。私底下已经开玩笑过了，都蛮有趣的。出发，出发，现在创造自己时代，闪耀舞台，所有目明台，手握起谁干的，全场尽情喝彩，闪耀舞台，所有目明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Dragon Beauty 小龙女，我是队长小印，我是玲玲，我是玲香。其实一开始是蛮有压力的，因为不知道说会是我来接任这个队长的职务，那心情上是蛮紧张的。但是我觉得琪琪带给我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她也会让我一直学习说她好的长处，那我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前进。那因为你跟林香就是是同一个经纪公司的嘛，那她加入小龙女之后，你有建议小龙女学姐的身份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吗？嗯，我觉得我不用特别给他什么建议，因为他毕竟也担任啦啦队第四年了，有一些事情是不用教就知道了。只是一开始他进来的时候，我有跟他讲介绍这边的人比较有什么样的特色，因为这边的小龙女们其实都是比较善，我觉得很善良，然后待人都很好，所以我有跟他讲过，就是这边的人很好相处，叫他不要担心这样子。因为你之前就是神似高嘉瑜，他是神似黄姐。对，所以现在就是两个就是明星代表在同一个队，有没有觉得很有趣？那时候他就一直狂讲啊。对啊，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他一进来的时候，大家都要站起来自我介绍，然后等到他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有说，哎、欸，你像谁谁谁，这是拿什么什么谁谁谁，这个又是一个谁谁谁，哇，我们队上好多这种议员呢。对，私底下已经开玩笑过了，就蛮有趣的。那林香呢，就是从乐天女孩变成小龙女，是，心情上有没有什么样的调试？其实因为这个决定是比较久之前就有决定好，所以在那个比较需要调试的时间我已经过了，我现在真的是完全全心全意融入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应援，然后一起为中华职棒加油这样子。我觉得适应的部分其实还好，因为其实我之前有当过啦啦队，所以就已经知道什么情况会播哪一种类型的歌，所以反而在舞蹈上的调试的比较快。然后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他们的有一首呛死叱咤云霄，那首真的是好复杂好复杂，只要错过一个动作，你后面整组就会全乱。没错，因为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它很难，这是大家的大魔王。对 ，OK， 所以目前应援方面来讲，是你自己觉得是没什么问题。应该是，我不敢把话说满，但是应该新闻又会放你开幕战的样子。对对对对，我会努力跟上大家的。对，因为他们的舞真的也非常多，我算过也是将近百首。对，也是百首，所以就是我们都会在旁边 ，OK 的。因为其实开幕战队的对手是钱东家嘛，心情上会不会很复杂？我觉得真的我自己的个性已经过了那个复杂的阶段，当然刚开始要换球队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是比较挣扎比较复杂，但是已经过了那段时间，那现在就是蛮认真，然后也很期待新的球季。高层有点曲折，会不会觉得有点舍不得？我们是品牌的活动，所以音乐会的问题我们今天也不方便回答。你会觉得很可惜吗？就我们这题就先宇宙会见面会票房惨只卖26张，超尴尬反应却被拍。多惠真的太可爱了啦！南韩啦啦队女神李多惠近期扛下小龙女队长的重担，28号出席机车代言活动发表心情。아이번에이제팀의드래곤즈로이적을하게됐는데어지금마음은설레는마음이좀큰것같아요이제작년에라쿠텐에서도개막했을때굉장히설레는마음이컸었는데이제또새로운곳에서시작을하다보니까설레는마음이있고그리고잘하고싶다는욕심이좀있습니다제가열심히해서잘보여드려야겠다라는생각이있어요
이번에제가이제오게되면서이제먼저또연락도준친구들도굉장히많아서저는너무감사했고요그리고이제친구들을제가한명한명더기억하고외우려고많이노력을해야될것같아요제가그래서제가조금더노력을많이해서이제드래곤즈친구들하고도굉장히친해지는노력을해야될것같습니다한국어수를진정한다무슨말이에요지금중요한건한국인이거수랍니다아제가지금계속이제한국에있었어가지고이제밥을먹거나이렇게하지못했는데다들만날거예요저는무조건만날거고또연락도했고막이제가게됐는데조금아쉽다또만나자이런연락도했었고이제한명씩다볼거예요저는아랄라니이제랄라니를포함해서이제라쿠테친구들이랑굉장히많이친했었거든요저는제가또많이친해지고했었는데친구들이랑떠나는마음은살짝아쉬웠지만어차피친구들이랑마지막도아니고밖에나와서보면되니까그래서이제밖에서보자랄라니한테는이제집놀러간다고했어요我都会近期和斜杠当爱豆，原定将在4月初在台北和高雄举办三场粉丝见面会。不过近期主办单位公告将取消高雄场次的见面会，被曝是因为只卖出26张票。刚高雄有点取消，会觉得有点舍不得。我们是品牌的活动，所以音乐会的问题我们今天也不方便回答。你会觉得很可惜吗？就我们这题就先。제가선배라기에는조금저도부족한면이많아서선배라기에좀그런데저도되게굉장히신기한것같아요작년에는이제저혼자였는데점점많아지는한국트레이더분들보면서다같이열심히파이팅해가지고각자의자리에서열심히하면좋겠다라는생각을하고있습니다全